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啊。有时候啊，这一个画作它所要呈现的啊，似乎不是只是一个画面而已啊。譬如说这个画作，大家看起来哇，好像那种速度感、那种紧凑感、那种压迫感很重的那样的一个情节，似乎在一个画面中停格中有这么多的讯息可以传给我们的。这个画家是意大利的一个17世纪的画家，那么叫卢卡这位画家，他作画很快的，所以有人称他为快手卢卡。事实上，他也把很多的情节似乎啊把它聚集在一个画面、一个场景里面。譬如说，大家看到这幅画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像作战那样的情形啊。这想必有个英雄武士在这个地方啊，旁边跟他作战的人呢、这里有很多人，可是为什么好像突然间就被定住了一样，好像我们的这个武功里面这个一指神功还是什么，点了他穴道以后，这个人就动弹不得，而且不止动弹不得，似乎啊还从这样的一个情形变成这样的情形，然后整个好像颜色改变了，这里还有特殊的有躺在底下的，好像石头一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稍微靠近这里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从这样子，从原先的这个好像要来跟他这个做殊死战，然后一下子变成这样子、再慢慢倒下来变成石头的这个情形啊。而这个人怪，这个英雄人物，我们再看看这个英雄人物，他似乎连看都不用看他们一眼了、他眼睛看别的地方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样的一个情形啊，而且都不用看对方的眼神了、这个太厉害，这武功为什么这么高强？原来这个是讲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叫佩尔修斯这位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到底用什么来制服他的一个敌人呢？他手中的武器是什么？这把剑吗？不是，这把剑所要衬托出来就是他的武器是这个人头啊。太恐怖了，用什么人头？原来这是一个女妖啊，叫梅杜莎，她想办法把这个梅杜莎这个女妖啊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以后啊，把她不好的这个破坏以后，把她杀掉以后，还要保留她剩余价值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梅杜莎这个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她是一个上面都是蛇一样的这个蛇，这个很恐怖那样的一个形象，头发是变成这样子啊。更恐怖的是什么？他的眼光啊，只要看得到他眼睛的人啊，就会变成石头；看到他眼光的人，就会变成石头啊。所以他把他杀掉以后，这个还可以利用，将来敌人来的时候，再把他拿起来，再把他环绕看一看啊，他自己不看，所以头偏过去啊，所以其他人就跟着倒地啊。所以这个神话故事是这样子啊，我们倒也知道就好。不过他到底那个波尔修斯怎么杀掉这个梅杜莎？既然他这么样的这个妖力如此之强大，怎么样克服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不过这跟医学上倒是有一些名词上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肝硬化的病人，肝脏硬化以后，我们知道正常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肠子这边有门脉系统，会把这样的一个血啊，譬如说消化食物以后，这样的一个血流啊，送到肝脏来，然后肝脏会在那个地方做营养的这样的重新组合啊、装配啊，然后转换啊等等的一个新陈代谢营养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呢，肝脏硬化以后，这个血流啊过不去，可是这个量很大，它就要另辟蹊径啊，于是就会从脾脏这个地方来，从胃这个地方来，甚至于从比较下腹部直肠那附近啊，所以造成一些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管道会从肚皮这个地方来，肚皮这个地方来以后，就会把这个肚皮上面那个静脉啊弄得非常非常明显，就很像刚刚看到梅杜莎这个女妖的头一样，它的一个这个蛇那样的一个形状，就好像那个静脉曲张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医疗上啊，我们有时候称之为这样的一个病人，假如
在肚皮上出现有这个症状的话，叫做梅杜莎的头，这样的一个形容它的一个症状啊。好，肝硬化的病人在台湾啊，事实上比例是超乎大家的想象，因为很多没有对这方面，因为等到他有症状再出来的时候再去治疗，其实都是事半而功倍啊，所以应该要提早的一个预防啊。更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后来变成从肝硬化变成这样子，产生肝癌的一个状况。所以超音波的一个预防啊，超音波是预防，不是诊断哦。因为超音波在这个 B 肝、C 肝代原者讲起来，定期的超音波检查是非常重要，所以最后会早期发现这样的一个肝脏的这个肿瘤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病人啊，肝脏的一个肿瘤，我们要怎么去后续给他处理啊？用的一个方式是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给他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还有这样子一点一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这一点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定位的意思啊，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肿瘤所在的位置是离这个多远，离这个多远要干嘛？其实大家再仔细看这一边呢，这边仔细看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除了这一点一点以外，还有一个白白的细细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细细白白的这一根，这其实是像一个针状物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它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指标中，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这个插进去的指标方向该往哪里走，深度该往多深的地方去攻击那个达到那个目标啊，所以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指标，让我们可以去了解要去除的这个肿瘤的位置是在哪里。好，到达所要的那个位置以后，再把那个地方做一个动作以后，这个肿瘤啊，就好像刚刚看到梅杜莎的这个眼神的人一样，他会好像石头化一样啊，固体化、硬化掉，蛋白质变性掉，于是就达到把这个肿瘤给它消除掉的效果，而不是借由开刀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临床的医师会选择哪一些病人适合是手术的方式，哪一些病人因为譬如说他本身年龄比较大，抵抗力比较不好，也许啊用这样的一个比较侵袭性小的方式啊，也能达到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好，到底用的是什么武器啊？其实啊，看起来也都是真的，实在是让人家叹为观止啊！这就是那根细细长长的针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液体来做示范的时候，放到这个液体里面以后，它通过一个按钮啊，结果啊，它就会先在周边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那颜色先有改变，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有热度，然后呢，整个包围的一个地方啊，它这个这个影响的一个地方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把它热凝结的这个作用啊，也就是事实上就把它煮熟的意思啊，啊用这样射频啊，其实变成的意思就是变成热聚焦在这个地方，但旁边这个地方不会啊，所以正常肝脏的组织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是事实上是蛮先进的一个发明，所以它有不同管径的一个大小，然后只要到那个地方去，有这个一开始这个是收进去的，所以针是刺进去到那个肿瘤附近以后，再把这个好像这样的一个伞呢、啊、给它打开以后，这个从尖端开始啊，它就开始产生出那样的一个热力出来，热力出来，然后从这样子开始慢慢的一个凝结啊，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局部那个地方的一个热给它聚焦在那个地方啊，把这个肿瘤所在的位置啊变得把它局部的一个细胞给它破坏掉的意思啊，而这个只是透过那个针跟那个仪器的本身的一个连接而已啊，所以达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不过即使是效果好，我们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基本上早期的预防，因为现在都有药物可以治疗，包括 B 肝跟 C 肝啊，都能达到好的治疗效果，而让它不要变成肝硬化，那后续当然也就不会变成肝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提到博尔修斯啊，怎么杀这个梅杜莎的这个女妖的这个状况啊，她这武器是不是很精良？是，她有一些武器没有错，还有一些什么天马、啊、等等的这个状况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眼光不能看着她，那你再好的武器怎么跟她作战啊？那怎么办呢？于是智慧之神啊，雅典娜就送给她一个武器啊，这个武器就是她的盾牌。她用盾牌来干什么？那你不是这样弄过，看不到她也不行啊。她原来是看着这个盾牌，看着这个反射，来当镜子用啊，所以就不直接跟他目光接触啊，然后这样达到除魔的这个效果，就是智慧的盾牌啊，照见妖孽，当然更要照见我们的内心啊。感谢你们收看，我们再会。